欢迎回到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要来看是北方真侪民众度过这少年时代的救国团嘉义团委会，日前是伫咧嘉义学院来举办的新古任总干事的交接典礼，由嘉义市长闵惠清主讲到，下任的总干事洪宏文是曾经率领嘉义团委会在99年含100年连续2冬，因获得总团部并感恩优等，成果真出色，接任的新任总干事丁文勇强调，将要来传承着救国团服务的精神，提供给民众更加优质的活动。嘉义救国团总干事交接典礼日前在嘉义学院举行，在嘉义市长闵惠的感召之下，卸任总干事洪宏文将一线交接给新任的总干事丁文勇，象征责任和服务精神的传承。曾经陪伴真侪民众度过少年时代的岁月。嘉义市长闵惠也希望在未来救国团能持续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活动。这个地方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知道它不但是正常运作，而且还有很多不正常的运作。为什么？不断的创新，它因为不断的创新，不但在旧的好的基础之下不断的创新，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够拿到99年度跟100年度的绩优，我想对我们而言是一大的鼓励。救国团嘉义团委会新任总干事丁文勇，95年调到新竹团委会兼旅行社总公司总经理，总共6冬，曾经担任南投总干事、总团部视察专门委员、溪头活动中心副总等等的职务。现任的总干事洪宏文98年8月份调嘉义服务，到即马有2冬6个月的时间。洪总干事参与第二天办公业活动，规划多项大型活动，成效真出色。在99年含100年经营下，总团部并感恩有定。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